哇，现在又来乌日了。现在我们要拍一个新的企划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打电话给学弟，跟他说你喝醉了。啊，打给谁？一个胖胖的学弟。好。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OK。我现在有其他事情要先去开会，看会再打电话给学弟。好。各位，夏天到了。所以今天要开箱的是乐米挂脖风扇，这个其实我在去年就有在使用了，今天再开箱给大家看一次。说明书是充电线，这是风扇，充电孔部分是 Type C 的，非常的通用。夏天外出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随身风扇嘛，那有些人是不喜欢手持的方式，那你就很适合这款挂脖风扇，它可以解放双手，直接放在脖子上，你双手就可以做其他事情。我最喜欢就是它的智能速显，智能速显即时显示风速档位以及电量，三档强风调节，享受空调及强风，高韧性软管，角度刃条，佩戴轻盈，清爽凉风伴你随行。不管你是在室内还是室外，都可以轻松调节风速，满足不同的需求。挂脖设计让你无需手持，随时随地自由调整风扇方向，不必担心风扇掉落，戴上无负重感，轻松穿越炎炎夏季，而且采用防爆电芯，更节能耐用，4000毫安培，大电量续航久。它整个风扇重量只有310克，戴起来非常轻松，没有负重感。台湾的夏天真的非常热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乐米的无叶挂脖风扇，不管你要送朋友或是自己用，都非常适合。快到官网或者是各大门市购买吧。我们刚刚已经跟小白开完会了，脸会很大吗？超级小，没看过脸那么小的人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计划就是你打给掰他学弟，就跟学弟讲说，我失恋了，我想去彰化吃空锅饭。吃完之后嘴巴油油的，可以揪一下吗？就上次厨房说揪一下，你说到很恶那一次。我不是说很恶他不会说你很恶，他说哦真的好啊。我现在心跳超快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我很紧张。你打给胖胖的人会心跳加速。我上次没接。对啊，我在起跑点。我们现在决定打给厨房学弟。会接吗？喂。屁眼。喂。哎呦哎呦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是漂亮的学姐。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说。好。我失恋了。可以。可是我想去彰化吃卤肉饭哎。可以。真的假的？我直接现在订最后一班，马上走。大家，你在哪里？在高雄啊。那我如果吃完卤肉饭嘴巴油油的，可以揪你一下吗？可以。你肚子怎么痛？刚刚小白学姐打给你，第一句话说屁眼啊。开心吗？你的努力有回报啊。有。相向奔赴了，下次。好了，厨房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学弟很开心。大家可以去追踪小白的 IG。拜拜。